负重直流电源。好，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动作。轻声的拉起来了，再来一下。好，这次我们来留一下电流啊。1.67安吧。我们现在来测一下实际的数据。利弊的长度23厘米，负重重量3.5公斤，3.5公斤乘以利弊23厘米等于80公斤厘米。这款小电机同行的产品最大就是50公斤厘米，这个就是区别，三套电机，谢谢大家。